903广播剧《欧阳自强》。不旅行的他二，去旅行同去美食展30秒夹龙虾一样，都是要进入作战状态。King Sir， 你条片剪好未啊？得啦，好快好快，收工前一定有啊！你等我睇埋呢个 post 先。咩啊？睇过？得啦。穷游马尔代夫，500蚊一晚。喂，我有冇听错啊？500蚊一晚去马尔代夫，长洲都唔得啦，咁平嘅喂，系咪真噶？点啊 ，Peter？ 人哋倾偈关你咩事啊？你唔好咁八卦得唔得啊？咁唔欢迎我，咁我咪行开咯。喂，不过系咪真系有500蚊啊？系咪500蚊就去到啊？黐鬼线啊！真系，不如一齐去咯，好唔好啊？好，梗系好。得，冇嘢冇嘢啊，当我冇讲过。OK。吓？咩冇讲过啊？讲过就收唔翻噶啦，到时同你一齐攞晒咯，喺马尔代夫嗰度唔着衫咁样飞落个海度咯。你又想啊，真系啊！我见光死啊！唔好。我问你哋啊，你哋系咪觉得咧，所有人都系中意去旅行噶？梗系啦，有一搭飞机就开心啦，边有人唔中意去旅行噶？又唔系、啊，我有啲 friend 咧都真系好抗拒去旅行噶。吓、啊，咁佢哋点解咁抗拒啊？佢哋话咧去旅行仲攰过翻工啊！每日要争取时间去多啲唔同嘅地方，搞到神咁早就要起身，夜晚又唔愿瞓喎。啊，其实都系噶。嗰次我去韩国咧，为咗唔好嘥咗啲时间，我安排埋睇日出嘅环节，鬼咁早就起身真系。咁系你自己攞嚟辛苦啫，边个叫你安排到咁敷、啊？去旅行都可以舒舒服服噶。喂，强姐，去旅行同去美食展30秒夹龙虾一样，都系要进入作战状态。我哋已经咁少假放噶啦，难得可以出走香港，梗系要做多啲平日做唔到嘅嘢噶啦嘛。喂，做咩啫，强姐？你唔中意去旅行咩？我就中意，有人唔中意啫。OK， 有人啊，哦、，Jerry， 我都未讲去边啊，佢听到个女字就佢就面有难色啦。咁啊，真系有啲古怪喎。系啦，边有人唔中意噶？佢系咪有啲事唔方便啊？个仔啊，唔舍得佢啊？唔系啦，平日一唔得闲都抌俾个姨仔帮手凑啦。同埋佢个仔啊，人细鬼大，脑汁到爆，点会唔俾佢老豆去几日啊？会唔会系 Jerry 惊搭飞机咧？问咗啦，唔系。我知啊 ，Jerry 应该系通缉犯。吓？唔系啩？系。以我咁多年睇法证先锋嘅经验 ，Jerry 佢咪住先，关法证先锋咩事啊？我推理咁劲，都系喺呢度学翻嚟嘅啫。Peter， 俾翻个音乐我先。哦 ，music。我想讲嘅系 ，Jerry 佢唔去旅，咪住先，又点啊？你睇套戏就话自己推理劲，叫人好难信服你啫，大佬。哎，我以前是聪明仔之家举办的儿童逻辑挑战杯的冠军来的，强姐。哦，你早讲这个嘛，那我就信你咯。喂，还要不要那个悬疑音乐啊你？哎，不用，我就这么讲，我说 Jerry 他。讲你就讲了，他。喂，我怕你再打断我嘛。别人为妄想症，快点。Jerry 他是通缉犯，所以他不出得境。他怕一出境就被人拉啊！你都傻的，怎会啊？喂，现在都有通缉犯的，不过呢，你不上警务处的网看，你不会知道他的样子是怎样的。吓，那我都即刻上个网看看 Jerry 在哪里先。Peter， 你陪他癫啊？其实是不是这个啊？喂，这个黑人来的，大佬。哦，这个呢？喂，你做人不要这么极端行不行啊？不是黑人都不一定是要白人的。喂，不用找啊。我应该知佢点解唔去旅行。写一首情歌送你，怕你会寂寞，随时能娱乐自己。顺便想起我，谁知你占为己有，想不劳而获，说拿出自你的手还到处广播。我唱首歌给你听，让你天天能开心，我觉得不大，爱的不累，尝尝我的心情，再看看你的回应，你该说一声对不起。我唱首歌给你听，
旅行的他。二，司徒志强是志强，阿金是阿卿，阿礼是撇他。你哋可唔可以帮手估下 Jerry 点解唔中意去旅行呢？上嚟我嘅 Facebook page 欧阳宁酷欧阳话我知啊！欧阳志强，一呼一吸，相生相克。